看来怎么样？正常应该在，应该是这样放的。对，这样子。这样的话，你应该是先坐这里，就是这样放的。对。因为我这个丝，我到这这样放的话，应该有点紧。这样放的话，我丝到这有可能会松。思考。就转，肯定从这那边，从那边那。你可以把这个舵机放那边，那边放轻放就行。